上好。看破不说破，晚上好。刚刚看到下周特殊公演，跟着四班，然后我是14号位。我就觉得更牛了，挺好的。又学几首新站位啊，然后让新成员上八班的后几个位置，挺牛的。上没擦掉的雨，阳光一直存在缝隙之中的潮汐，没忘记，放弃我会伸手一点，迎着彩虹与你再相遇。天黑了，广州不是早就进入夏天了？我开着空调了，然后我回来发现我找不到空调遥控器，然后我想了一下，昨天晚上我带到床上去了，然后我在想，贵军回来如果热到了，那都还找不到遥控器，我真的是。真是一个 bad people。 囧毅也跟我说他被蚊子咬了，他说他在舞台上被蚊子咬了，我只能说 respect， 这都能被咬，从来没有在舞台上被，哎，好像还真被咬过，在重庆舞台吧。川渝现在多少度？啊，发现我好容易饿啊！我晚上回来明明点了外卖的，还是那边有汤的，喝了汤，结果刚刚又饿了，又去吃了新到的紫薯饼，15度，挺低的。我比较喜欢夏天。我刚去跟声乐老师申请了这周旁听，光是旁听还好了，不用背歌词，背歌词后真的来不及。这周也很忙，真的不想干了，死了算了，只想躺在床上打游戏，都2天没打游戏了。昨天晚上收拾完工作完就立刻躺床睡觉，换的话第二天今天根本来不及。
应该不是雪莉，应该是个会跌的股。谢谢秋天的奶茶。谢谢小王送的99个应援棒，连个基金都算不上，不会跌也不会涨，甚至没有进入可以买的基金里面。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是想着化了妆，该说什么呢？我感觉说的话也会。说的话也会，有一句话叫祸从口出，说多错多，说了会错，不说也会错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我是这么想。还要收拾快递，买的一些，买的一些什么东西，乱七八糟。买，之前买了一个和那个海去探海的时候同样色系的一个短裤，蓝色。我收到，不知道它什么色，反正跟蓝色不搭边吧，只能说是。而且还拖了我半个月。我要去将他杀掉。谢谢不能骑小熊送的16个元宝。然后好像那个搭档特殊公演结束后会有一个小活动，我刚也在问人能不能加上我，因为本来说拍档一组一组，但是我的搭档艾琳她有工作，于是姐姐说我可以跟别的搭档一组，然后刚刚我在问，染了蓝黑色，我也好像染个什么色，但是我又怕把发质染坏，从来没想染个浅色，但如果发质坏了，想修复就太难了。披的那个蓝色很容易掉色吧？对，也有别的搭档不在了，但我觉得最好是当天嘛。然后当天看了一下，好像我在群里面问嘛，然后刚刚小马也跟我说。他说他在问他的搭档，他的搭档正在讲 MC， 可能，那如果想不掉色的话，可能还是深色吧。我
我买了一个金色的假发，我突然想起来我本来打算今天弄的，但是我完全没心情去搞，下次吧，下次一定。我的 cos 服几个也是买回来就没戴过，棕色以前弄过，棕色不太好看，我的话明天还好，明天排拍档，拍档的话我想的那个主要是配合吧，动作简单的很，一天能把两首歌拍完的那种。今天也是拍那个 ID， 拍口号，想组合名，我感觉艾琳想的好好认真，我也想，我觉得我像那种，可能想法有点二次元，就是我之前看那个《从零开始异世界》，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罗斯瓦尔，然后他的想法就是你，他会觉得你很差，所以你就待在这里干这样的，然后另外一个人的话就是他的另一个极端，就是因为你很强，所以你待在这里，就一个是贬他，一个是鼓励他，然后那个人就肯定会选择鼓励他的人嘛。但我想的话，这两个人我应该算是那个贬他的人，但这次我怎么说呢，不算是贬我的搭档，我是贬我自己，因为我本来就想着本来报这个名的时候都没想过会进决赛嘛，所以我当时让我们想什么口号的时候，我都想得很随便，因为我觉得你越认真，结果出来的时候越难堪。然后他看到他好认真，我都好害怕，因为我是那种从一开始就会开始想结局的人。所以当时让我想口号的时候，我想很简单，加油加油，我是这样的。然后组合名也是，我就问有多少组，广州报了多少组，12组，那我们就叫12分之1吧。对，因为我也想，反正你想那些口号组合，大家其实根本就不会看。但这样说的话感觉有点伤他的心，因为只是其实我想说没人看我，然后没几个人看我，也不是说没几个人看我，然后不会关注到吧，不会被很多人关注到吧，就我们这组你肯定关注其他人，然后其实更重要的是舞台嘛，就是说我想随便想想，反正大家要看肯定是主要是看舞台啊。小红书刚发了，谢谢三木木送的5个玫瑰花。漂发尾好想法，或者漂一条，叫什么挑染嘛叫。我之前有戴那个假发片，但我发现如果那个假发片太厚了的话，很容易掉。舞台。我想名字很差，我只是往上翻了。那你们如果想，我怎么把它扯下来了？如果你们想我不念前面的话，那我也可以不念。我晕，一次性的，怎么就掉了？带不带项圈关你什么事？
上好。出什么事？可以在口袋看看。我干嘛开这直播啊？挂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